俩没来的。那你们好倒霉的嘛。啊，俺俩某某你某某人呢？有嘛好了没有？够了嘛。好的，别说了。那是俺他妈丢开讲的毛啊！啊，快来接老师吧，哎。那不用你来嘛，行吗？好，接老师，你某某接老师来干嘛？俺们干啥了？姑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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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姑，别玩。能叫来叫弟弟呀！哎，我过敏上哪里？跟哪一种讲话的？所以别过敏呀！弟弟啊，弟弟要来吃呢，少你弟弟，他们老叫你买票子。给，哟，过敏弟弟啊，别进来，快去上。给啥西嘛？对呀嘛，那弟弟啊，可是了，弟弟啊，过敏不嘛，你还生呢？听了吧？比如第一班弟弟啊，带嘛好嘞。爸嘞，我路条我先背你了。他的脸给啥吧？这脸要瞅起来没见着，过敏的吧嘞？过敏嘞，路没过敏的路条啊。不堵嘛嘞，没气囊汤。大妹妹，这脸那过敏啊，那天没气度的嘞。过敏的脸，别让我们那天没路标给糊了。苦了钱的牛奶是不让喂的。他骗了弟弟呀！啊，过去嘛，哥啊，带的家里那么奶奶妹妹，奶奶养的着，奶奶妈的着。弟弟那那这边，哥妹怎么这么的？你妈哥妹，哥妹弟弟啊，不问奶奶表妹。弟弟啊嘞，傲气不啊，打开呀！现在这样，卡都要看个呀，弟弟。有大的我看，哥妹弟弟啊，吃开吧。大妹妹，那他不让我骗来。怎么他掉也不啊？让我求点你。咱们路上在那么说吧，大妹，哥们弟在大妹里，你看嘛，文伟他办事木啊不业绩的。你把我这干么事？哥们你那个人也不老大妹的嘞。真的闯了路大妈不？哥们怎么来也不老大妹的嘞？他来把谁的么？真的闯呀不？哥们那时候那谁那路路干嘛呀？哎，谁那家呀？等得上来，哥们，阿弟又变回路亚没听了。听嘛，哥们，哥们，你得得到，阿路阿妹那被多嘛，你奶妈好多。多完了，弟弟啊，你太过多了。你也如果得那弄到，俺们气球都弄不了。大妹妹，阿起码把嘞阿弄伊啊，啥么把嘞阿得管，我比你骗你没数，对查嘞。可把嘞，我比你骗人骗你嘛。大妹妹，啥弄了？你来没？多嘛干没啥弄？你想干那些？就那路上没钱喽。哥们一个呢，这里啊不如不去了。啊？我，阿拉在干啥？哥们，那么长呢？哎，给啥听生活吧？这妈呀，爷爷奶奶的钱喽，这么毕业路的啊，听讲呢，钱给我们看来。我老是没钱给我报告的。给，这妈呀，刘大的钱哪来钱？你来得了，怪你了。嗯，
你这个人，啊，我你来吃住啊，你那个不是什么西流，别走。啊，嗯，哎，过一转，你来，靠水就喂了。喂，对，呀，为啥？我烧了，我要要，我烧，我发烧了。你老娘的，你老娘的，我把你吓不要了，你就没有把你了。你老娘的，你把他这个年头，你把我们六万块都没要回，你把我啥给妈妈了？你把我亏了吧？我没我们接受，我不接受啊！可以啊，接受我哥六六点数啊，可以的。没有接受你姑娘，吃日子了，别你那屋子。我不接了你，俺那把没钱，俺妈不着你。俺那娃没钱，没有。可以拿不来吧？不，要干嘛？我们心一点都没有。可不行，今朝吃多，今朝别多。不要，俺管不着，不管。你这个管不着啊你。谁是这边？我也知道，刚刚没别人了。啊，我也知道，吃了没有奶奶了。奶奶的，我过一下，见到亲祖奶奶过来我，过一看那么多后面，过一多进去的，啊，几片皮过一八张回去，过一八张弄完，怕不不下来过一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是吧？以前的山。真的老的老的阿罗，不会把我们打，打到那个样子。